是我的师弟，之前一直很多人问我说他是谁，他是谁。其实从刚刚我唱摇滚的歌曲听下来就知道，其实我蛮迷恋这种破破的声音，你知道吗？我非常喜欢 James 的声音，所以这一次跟他合唱，我觉得这首歌曲跟21年前的版本有很不同的感觉。你们有这样的感觉吗？有。好听吗？好听。好， James 即将在2月28号发片，所以呢他会唱更多好听的歌曲给大家听。当然这个时候师弟就要服气了，因为师姐要下去换衣服，那你要唱歌，如果可以的话就是说话说多一点，因为这下一套衣服不太好换，好不好？我试试看。因为他是从英国来的，所以他中文很烂，那这个就是一个考验他的舞台，好不好？交给你咯，好好的善待他。 OK， 谢谢，拜拜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ames， 杨永聪。周慧刚刚说我从英国来的，所以对不起，我知道我的中文不太好，我觉得你们已经发现了。今天晚上我真的很开心参加周慧的演唱会，所以我想真的特别想说谢谢他，还有谢谢花燕给我今天晚上的机会给你们听这一首歌，所以别担心，我不会打扰你们太长时间。